仲讲话要帮女神洗脱嫌疑，家阵人哋都变成烧猪仙赶嚟查鬼查马咩？我仲要帮你报咗仇。我哋喺马仔屋揾到重要嘅线索，讲到尾，除非乌冬请翻，如果唔系，周飞玉嘅嫌疑依然最大。但好可能有人会再想杀乌冬。唔系因为你，佢若唔会搞成，我今日就要帮佢讨个公道。